发生在团结大街和兴达路的交叉口。从监控画面中，我们可以看到一辆面包车由南向北行驶而来，就在他准备右转弯时，车尾突然腾空而起，发生了侧翻。随后，紧邻的面包车也飞离了地,地面，撞到了后边的小轿车。同时，由北向南驶过来的一辆轿车也弹了起来。三辆轿车怎么就无缘无故地飞起来了呢？